学测成绩查询，看这里2019年各科五标一览。中央社网站24日电，109学年学科能力测验成绩今天公布，上午9时起提供网路和语音查询。大考中心也公布各考科五项成绩标准、原始分数与积分对照表、积分人数百分比累计表。大考中心表示，网路和语音查询0223643677都可查询成绩，报名资料有填手机号码的考生，当天也会收到简讯主动通知成绩。考生如对学测成绩有疑义，需于2月25日至3月2日申请复查，复查结果将于3月6日寄发，并提供网路及电话语音查询。编辑刘丽荣，109024。109学测成绩公布，五科顶标与去年一致。中央社记者许志维台北24日电，109学年度学科能力测验成绩公布，各科顶标分数分别为国文科13积分、英文科14积分、数学科14积分、社会科13积分和自然科13积分，均和去年一致。大学入学考试中心今天公布109学年度学科能力测验成绩，包括各科积分、人数百分比累计表及各科的五标顶标、前标、均标、后标、底标分数。顶标为成绩位于第88百分位数的考生积分，各科顶标分数分别为国文科13积分、英文科14积分、数学科14积分、社会科13积分和自然科13积分，五科顶标成绩均和去年一致。编辑张雅静，109024。顶标为成绩位于第88百分位数的考生积分，各科顶标分数分别为国文科13积分、英文科14积分、数学科14积分、社会科13积分和自然科13积分，五科顶标成绩均和去年一致。编辑张雅静，109024。顶标为成绩位于第88百分位数的考生积分，各科顶标分数分别为国文科13积分、英文科14积分、数学科14积分、社会科13积分和自然科13积分，五科顶标成绩均和去年一致。编辑张雅静，109024。顶标为成绩位于第88百分位数的考生积分，各科顶标分数分别为国文科13积分、英文科14积分、数学科14积分、社会科13积分和自然科13积分，五科顶标成绩均和去年一致。编辑张雅静，109024。顶标为成绩位于第88百分位数的考生积分，各科顶标分数分别为国文科13积分、英文科14积分、数学科14积分、社会科13积分和自然科13积分，五科顶标成绩均和去年一致。编辑张雅静，109024。顶标为成绩位于第88百分位数的考生积分，各科顶标分数分别为国文科13积分、英文科14积分、数学科14积分、社会科13积分和自然科13积分，五科顶标成绩均和去年一致。编辑张雅静，109024。顶标为成绩位于第88百分位数的考生积分，各科顶标分数分别为国文科13积分、英文科14积分、数学科14积分、社会科13积分和自然科13积分，五科顶标成绩均和去年一致。编辑张雅静，109024。
顶标为成绩位于第88百分位数的考生级分，各科顶标分数分别为国文科13级分、英文科14级分、数学科14级分、社会科13级分和自然科13级分。五科顶标成绩均和去年一致。编辑张雅静，109万0。